多东西要带了吧。彩彩，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我要回中国啦。看，好多东西要理。现在是早上11:06，7月7号，对，然后就是4点钟的飞机，然后我们要回上海啦。我4年都没有回上海，我看一下我到底有多久没有回上海。1539天，我有1539天都待在纽约。我实在是无法提得动我的箱子。OK 啊。我做个 vlog， 嗨大家！你看我的妹妹，我的妹妹穿了她自己最喜欢的睡衣，她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喜欢，哈哈哈！我们要出发啦 ！OK， 我要出发了，这个妹妹只是穿那么好看去送我而已。OK， 哦哦，我箱子的轮子断了。哦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只能重新换箱子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出发啦，出发去 JFK 机场，耶、yeah! ！Hello，Hi Evan， 哈哈，我的妈妈自己走得很快。他一个人走得很快，我觉得他忘记你了，他肯定把我们给忘记了。他一个人要去上海，哈哈。妈妈，等等，哈。我想要坐一个窗口的位置，然后他不让我选。不然我选。你说什么？看起来很像一个神经病。我们现在在 check in， 你要把这箱子包好，像妹妹在去上海一样。哎呦，小粉兔。哈哈，我们到上海啦！前方2公里 ，Hello。现在是9:08，我们到上海啦。OK， 现在是早上9:33，星期二早上9:33，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。我从12点睡到早上8点，然后我现在精神非常好。然后这是我的房间，刚刚洗完澡。你看，我把这已经摊得很乱。嗯，下雨。这个上海很不给面子，看。All raining， 一直在下雨。哦，这是我的截图。一直在下雨，哇！去哪呢？去哪呢？下那么大雨去哪里呢？嗯，去
哪呢？啊 ，OK， 我们现在要去万科，万科就是我以前住的地方，就是从我小时候从大概四岁长到十四岁的地方，反正。好，我们买了汉堡小子，真的不敢相信那个老板娘还认识我。她说她连我住在哪里她都记得。十四区。对啊，太酷了。嗯，这是我家，十四区十九号501，就在这儿，应该是上面。然后我以前的车位停在。那边感觉这边变得好小，我以前小时候记得这边好大好大的，现在变得好小。去看阿娘了，好高啊，有四楼。Hello， 阿娘好。他呢还给了我两本，我是还有两本我小的时候写的小学小学作文，还是周记吧，是小学的周记。你看还有我的照片，超级可爱。Hello， 去叫我。你看超可爱 ，OK。太可爱了，我几张照片。太可爱了，都给你们看几张很好笑的。OK， 给你们看几张很好笑的。你看这一张，像个傻瓜一样。你看，我像傻瓜蛋。我以前最喜欢的发型就是洋葱头，就是我刚生出来的时候。你看，我最喜欢，哎，怎样？我最喜欢发型就是洋葱头，这样实在是太好笑了。你看这张，我看起来长得很拘束，给你们看一个。我有没有讲很像他？你看，傻帽一号，你看这小孩子，是 Evan 和干娘。Hello， 今天没有什么活动，今天是晴天，但是没有活动，所以今天我们现在就去，现在是12:23，我们现在就去吃个中饭，然后去给阿娘。终于是晴天啦，终于有太阳啦，你看。戴的墨镜终于派用场了，嗨！我跟妹妹和妈妈还有爸爸说嗨。
嗨嗨，我有想吃呀。嗨，你好。走，我们要去捡黄瓜。哪里啊？哪里有黄瓜？我也没看到。哪里啊？哦，哎，别等我拍一下。你看，这是杜爸爸自己种的黄瓜。哇哟，来鸡。哎呀，哎呀。捡啊！捡！捡不脸，捡脸，耶！这么多黄瓜啊！这小黄瓜，哦，太大了！哇，这是个小的短黄瓜，养了黄瓜，耶哈！哈哈，小黄瓜，哦，可惜了，就哪里啊？下面。哦，辣椒，辣椒，有很多哇！小冬瓜，还有小冬瓜。过年早起吧，嗨，跟 Apple 说嗨，嗨嗨。卡卡卡！哎呦，导演呀！吃饭吃饭，晚餐晚餐，哈哈 ，Hello 安娘。吃面、哦、这里啊，这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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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要看了。他那边蚊子啊。鱼在两个地来黑。他那边蚊子啊。他那边蚊子啊。啊？他那边蚊子啊。他那边蚊子啊。出去吧。可以吧？那个是东西哦。这么晚啊？这么早？我们去吧。那啥子？啊，那来吃吧。我的嫂子今天来了。阿信来了好吗？我要喷奶的，你可以不？哎呦！No。Thank you.